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大家好，我是建华汽车的小吴，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这台2016年的尼桑 Tiana， 网络售价35.8万。车头两边大灯都是由鱼眼的 HID 头灯设计，让你在夜晚可以照得更亮，而且它可以延长灯具的寿命。接着我们来到车侧这边，它这台车是 iKey， 所以它这边有做摸门的设计。它后车厢空间也是非常的宽广啊，起码可以放得下3到4个的行李箱。这台车目前的里程是94844公里，它的方向盘是多功能方向盘，它可以调整中间萤幕的控制以及音量的调节键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方向盘的左侧，左侧这边有全车雷达以及全车环境钮，那你可以再做调节。看到中间萤幕的部分，中间萤幕它这边有导航，当你在倒车的时候，它也有倒车显影以及全车显影，也可以做使用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冷气的部分，它冷气的部分是双区恒温空调，让你可以两边同时吹到不一样的温度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引擎室的部分，这台它是 2.5cc 的，所以它的马力自然是非常的强，可以到180匹马力，在市区来说已经是非常足够的马力了。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这台2016年的尼桑 Tiana， 网络售价35.8万。如果你喜欢这台车，欢迎来建华汽车找我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小吴，我们下次见。实在就是 SUM。